你联络他，他不知道是谁，是不是？偷偷。我们这边有制作，需要。这边两个刚出来的情况吗？他刚刚有的讲，他讲什么东西？夫人，现在还是证人身份吗？有准被告吗？纷纷觉得很委屈，是不是很累了？你有帮忙处理金华城的事情吗？那为什么会被列为证人呢？有打给黄珊珊请他来接你吗？是不是有打给黄珊珊请他来接你？包赢来啊！天哪！包赢来啊！